唔知喎，應該得嘅，唔得咩？但係佢唔知係咪呢個邊個？就是說要去越秀出差咯，去電視台出差咯，看。拿了箱子，拿了东西，刚上完声乐课，就是说要去出差，到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春游的，我不理解了。享受生活，我现在是真的不理解了。你看看这个人在干什么？我们的早餐面包，好搞笑呀。我想我是唯一一个十场今天争取一下龙爷睡完了吗？看这一场，我凭着自己的坚定，知道吧？坚定，然后选择了打牌，然后你看这一场，谁有领先？只有我。可以啊，今天菜还可以。救命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穿的厚衣服了。
啦啦啦，冷鼠了，冷鼠了，冷鼠了。炒蚕，小炒肉，选了个小炒肉，还有一个莴笋。本来呢是想要吃那个什么干煸四季豆的，但是没了，就换了一个莴笋。最近在看《你好，神枪手》。但是还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新配搭哦，我开个灯啊，就是这样，忘记了原来可以开灯。快看，是蓝色的小发发，还有草莓，喜欢，这就是我所说的牛奶绒。近距离看一下吧，就是很软乎的这种质地。公演完了，今天来吃个宵夜吧。这是海带拉面，这是猪蹄。粉色的叫什么？爱心红的。你走了。这杯通过蒙可来跟小朋友打交道是吧？不是，是他很想加入我们。看两个这么漂亮的姐姐，你看放眼望去，这两个就被围住，我们两个最漂亮。谢飞，他怕我拐他，很试探，想跟我们玩不敢来。他说我们俩化妆好好看，我说你长大也化。Oh.